好，我看这题哦。哎，这有 A 点有 B 点，哎，B 小题求多少？向量 AB 是多少？这样行不行？什么叫向量 AB？ 从 A 点出发走到谁？B。所以向量 AB 怎么算？麻烦你把坐标部分就把 B 减去 A，先看 x 二减掉负四，二加四是几？六。再看 y 四减三是几？一是出来了。所以向量 AB 是几？六一，再看第二小题，它要求向量 AB 的什么单位向量？来，第一件事情，麻烦你先把向量 AB 算出来，行不行？先把 AK 相减，七减二是几？五。Y 相减15减3剩几？ 12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第二个求向量 AB 的单位向量怎么算？单位向量很简单。就把向量 AB 为基准，去除以向量 AB 的什么值？绝对值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向量 AB 是几？五、十二，这没有问题。那向量 AB 的绝对值，绝对值怎么算啊？各位同学哦，把做法写到旁边，好不好？所以向量 AB 的绝对值怎么算？绝对值等于根号，把坐标地方平方相加，开根号，把五的平方加上十二平方。开出来是几？13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边是几？13，所以说把它写进来，分之5，和13分之几？12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，OK。